也是甘愿做欢喜受，拢是用欢喜的心感恩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代志，尽家己的力量，互这个社会更加温暖、美丽。去年3月11日，日本发生起来大地震，当时台湾有真济人搬去到三江，因为在富宝水、富宝地，才会期间因仔忍受真寒的天气，定定爱作息超过10点钟。有人问其中一位五岁时会辛苦过，五岁时讲。不人想好，咱会勇敢。咱抱着欢喜的心去帮助别人，搁怎样艰苦，咱无怨叹。唔惊虎有三只嘴，只惊人有两面心。就是这款坚持到底、为别人服务的精神，予台湾社会更加充满人情味。看到这份报道，就让我想起每年替游民办的挂包饭。卖菜摊就叫阿嬷，卖粿卖粽办过年的摊长阿嬷。因我毋是福建人，逐天勤俭拍拼，一点一滴慢慢啊累积，我从因的爱心去帮助别人。有心拍著就会微，我想我嘛有。小小的力量，亲像是坐公车时让位给老大人坐，刷手捐发票，参加学校的活动，去鼓励伊，又让伊唱歌讲故给伊听。做这个工作，让我的心内也感觉真欢喜，真有意义。有时七分，有时八分，人生难免有时阵。有的人会怨人善，怨人富，怨人无愿起大厝，逐天面前帮人穿水布，住新厝，煞毋知南部艰苦过，人伫世间财。若无努力拍拼，哪有好的成就？较早我嘛是上怨叹，怨叹功课真多，怨叹考试一大堆。但是父母问起成绩，我着拍面笑笑。有一天，我甲好朋友讲起这件代志，伊竟然问我毋知影笑话。有爸有母满天星，无爸无母为暗暝。爱珍惜父母的关心，毋是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福气。有时阵，我看到伊一个人在打扫教室的环境。我感觉真无公平。伊阁甲我讲，会当读册是一种福气，毋免烦恼食，嘛毋免烦恼穿，透风落雨嘛毋免伫咧外口走动。原来我好朋友家己并无好，毋过伊并无怨叹，反倒知影珍惜甲感恩。加做一款代志无要紧，当作是人生的试验甲磨练。一好过一歹，无两好通相排。我慢慢啊体会到一种感觉，抱着欢喜的心，珍惜现处时的环境，不管遇到啥物困难，拢会当顺利度过。一日平安，一日好。感恩父母予我舒适的环境，感恩好朋友的好劝，嘛感恩老师予我的鼓励。乖点，为美好的将来好好打拼。我的演讲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